Hazel 跟麦克之尊贵的客人，尊贵的客人第一次出现是在今年婉婉的生日会上，以贝拉拉为首的芝江黑恶势力扮成芝江游乐园员工，给婉婉带来了一场难以忘怀的生日游园会。婉婉，收下，求求你了，收下吧，我们尊贵的客人，收下吧，尊贵的客人，反正我们的 VIP， 给我上，给我上纪念品，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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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水母帽子。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帽子？你们喜欢吗？看到没有？他们说问号问号问号，帮不住这个叫浴帽，他们说这是浴帽，这个叫宝宝帽，是水母帽，这是我们的纪念品，尊贵的客人，你不喜欢吗？无语猫猫看了都会无语的无语猫猫。其后在乃琳6月15日单播中，乃琳为了展现自己的土味天赋，第一次在单播中 Q 出尊贵的客人，口音也土味化，形成了具有乃琳特色的尊贵的客人。怎么了？这怎么就又土土土了？我也没有很土土土呗。怎么了？我们尊贵的客人，尊贵的客人。跟拉姐学点好，我明明跟拉姐学的还挺好的。喂，拉姐，你在听吗？嗨，拉姐。在其后的直播中，土味女王王乃琳也将尊贵的客人作为继东嘎西嘎哈密嘎后又一个人像 tag， 将其发扬光大。关注我，带你认识更多 ASO 相关梗知识。